各位早，今天6月13号早上9点左右，那待会呢10点就准备要退房啦，然后待会我要去洗脸刷牙，然后我现在眼睛肿得跟什么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眼睛那么肿啊，我绝对不是昨天有哭啊，我没什么好哭的，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两张大床只有我一个人睡，然后呢，感到非常的难过，绝对没有，顶多只喝了2罐啤酒而已，然后呢，待会要去哪里，其实我并不了解，因为我有点忘记了，好吧，待会我灌洗完之后，我再上去，然后上去车上，我再去问他们，好不好？那我先去洗脸刷牙吧，OK，Go，Let's go。东西差不多都整理完了哈，大致上，这个包包，还有这个袋子之类的哈，我们全部都整理完毕啦。房间的钥匙，我的手机。好了，那接下来呢？待会现在时间9点半左右哈，那准备要出门了。我们准备出门吧。哇，外面出大太阳！你知道我刚刚9点半就打算要出来，结果很热，想出一打开门我就马上把门关起来。好呀，刚刚太热了，吹了气啊。10年之前，可以不要规定的那么严格吗？根本没有什么车位可以停。10年之前，对啊。好了，现在去走走吧。所以说这里是哪里？通梁古龙。空梁古龙。通梁。通梁。对，然后古龙树。通梁古龙树。真的超赞。哇，难怪叫做透梁哎，这边真的没什么太阳，因为树一个大榕树直接就这样把它盖下来了。对。哇，这是，让我想到感觉现身在什么远古战场。会啦，我会剪啦。你可以帮我打马赛克。没有啊，如果那段不要，我就拿个图案打。王力宏，真的是你吗，王力宏？跨海大桥，就是我们的澎湖跨海大桥。好，10年前来过，然后在这边拍照过。藏宝窝。啊，这个我一定要买啦，这不用讲啦，心想事成。啊，你要用这个啦，美丽无敌啊！是吗？美丽无敌。这个很热，你我只是暂时性水肿，好不好？这一家纪念品，我求了，真好像。这是干嘛的？刷痒的。刷背。舒服。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我以为是叉子之类的。没有叉子。那你说这个刮痧，这个刮痧我还觉得可以。地底下去。去地底下。对啊。地底
看乌龟啊。地底下看乌龟。哪里？活的，他不知道是谁做千年红包。可以。可以。另外一边这边。哇，居然拍不到！哦，那边啊，这么大只。大只啊！笑死人哦！这个什么？这是什么？它的脚哦，还动了动了。哦，好大只，两只在这里。三只。三只。这边有一只。超级大乌龟。好啊。光合作用啊。哦，上去就是。它地吸龟跟那个。还差一只就可以煮忍者龟，那个忍者龟啦。好，那一只在休息是吧？就在休息啊。据说。据说什么？从前到就是它掉到那个龟壳里面，没什么。什么？对。掉到龟壳身上，你说我跳下去吗？钱。哦。可是这样子不好吧？会多人在丢钱呢。那个是几率很低的事情。几率很低的事情啊，那还是算了吧。明天搬了就回来。那边有个土土啊，从啊那里到啊，从左边冒出麦浆那边，麦浆那边。这个好像也快要变异品种了。不是，好像还有人在。还有人在繁殖。食用，股份，哦，方舟的股份有没有？这不是乌龟啊，这是凤。搞反，它身上有硬硬的壳哦。好，走，往回走。三叶草。吃冰，那个吃那个仙人掌冰治吧。好的。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到二坎啦，要去二坎了。然后呢，那个这家冰店的阿姨非常的热情哦、喔，然后聊了将近半小时左右，里面冷气超凉的，一出来我就不想再出。一进去就不想再出来了，实在是太热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去，还是要稍微去一下，不然难得来澎湖，什么都没有去，啊，那太可惜了，好不好？古厝三合院，哦，古厝，哇，这个是厕所哎，我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类似三合院之类的东西，香肠吗？没有啦，它这个是。它有个小盘子，然后它要点香，好像我知道，艾草的味道，香香。这是学堂哎，哇塞，同学们，我们上课啦。那个歪黑社会有没有？呜，全部人这边呜呜。好，然后我歪棒棒糖那边呼呼呼呼呼。你这样拍到我？有。好，看得到，三个10块钱，转就会有一个纪念币。应该是贴这里吧。没有东西掉出来啊？没有啊。被吃掉了。那转，转这个是吧？哦，还要转这个，是不是？哦，要先选图啊、哦。哦，他对这个圈啊。对。快点，再涨。我被吃30块了，各位。好久。哎、欸，掉了吗？掉出来了，你的掉出来了。哦，是我的掉出来了。快点。你没有可以拿你的这个我的钱吗？那个是叔叔的。是叔叔的。我们的还要再转啊，我还没转到嘞、嗯，快点。谢谢。纪念币，哎呦，对焦到了。那个、日月潭，哎、欸，日月潭是哪？哇，好酷哦。啊，剑湖山那边、那個，剑湖山也有纪念币，还有什么那个财神爷的。
好，等你。澎湖岛灯塔。好，你知道他们是可以从第一间通到最后一间吗？那不就是大家庭的感觉？可是他们是个数不一样，不一样户的人家，可是他们可以这样通通通到这个。以前的房子好像都是这样子哦。对啊。超屌的、欸。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去了。这是二坎的古厝，然后呢，有很多这种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古老的房子啊。你这边在这边你会看到很多一些类似就是你妈妈或是你爸爸或是你阿妈或是你阿公早期的一些建筑物，包括阿灶啊，那建筑物像是一些刚刚看一个很特别的石头做的洗手台。反正他们这边全部基本上都是石质的，你在这边很根本是看不到铁质的东西，非常少，有一种回到就是好几十年前的那种感觉。